今天我们吃这个韭菜。今天吃排骨。滚一下。刚刚拍了一下，我老公又打电话来了。好。韭菜。嗯。韭菜。人没。哪个菜？现在把你碗拿去洗了，等会儿给你接。我给他搞的排骨和肉，他竟然要吃韭菜，那么辣！我想着辣他也不会吃，我就煎了一串儿。快吃，去啃你的骨头。哎，端到后面来吃嘛。再搞。没豆腐，啃了两坨了。嗯，你骨头是不是啃了几坨了？还装了三坨。
응?